当我转入贵族学校，你们要去这一栋还是这一栋？哪一栋？这几栋都是你们家的？这栋是我住，这栋是我爸妈住。你这么小就有自己的房子啦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这哪里正常，我家都还没有房子呢。OMG， 竟然还有管家。一楼可以打桌球。OMG， 二楼有 KTV， 你们要玩什么？ OMG， 先生回点菜了。点菜？我们要去外面吃吗？不是，家里有几个菜系的厨子，所以来会点一下菜，搞好吧。在家用二维码点菜，我也是第一次体验。你家排场是真的大。点菜吧。二楼还有电竞房，还有影院，你们自己选吧。你们家还缺管家吗？嗯，这既可以拿工资又可以玩这些东西了。